你看看吧，这上面写的谁的名字？董文翰，我爸。你不认识吗？当初跟我怎么说的？你说这个房子是你买的？我爸妈给我买的，那不就是我的吗？这房本从头到尾就在家搁着呢，我也没瞒着你，我也没骗过你，你自己没看吗？我明白了。 就说你们全家都防着我，生怕哪天我给你离婚了，卷走你们家一半的财产。顾小楠，你搞笑吗？这房子买的时候，我跟你都不认识，怎么防你啊？那就是谁跟你结婚，你们就防着谁，只不过让我给赶上了。顾小楠，你想多了。当时买房的时候，我大学毕业，我是想自己创业。我爸跟我说，做生意将来难免会有经商纠纷，最好自己名下什么财产都没有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护自己，这才写了我爸的名字。再说这房子他们给我们住，你又不用花一分钱，他们也不会要回去，这还不是我们的吗？好，这个解释我给你满分。多好呀，我不用花一分钱就能住在你爸爸的房子里，我该多满足呀！我应该谢谢你，不对，应该谢谢我公公。少跟我那人阴阳怪气啊！ 你不往前爬那两步，我能踩着你吗？躺着就躺着，你往前顾要什么呀？我怕你。我什么？我又录抖音的吧？这是录哪段视频呢？老公心疼老婆的视频可感人了呢。说了多少次了，那都是摆拍的，咱小区老头老太太都已经不信了，你怎么还信呢？你是不是幼稚啊？啊？ 踩到我的手了，手受伤了。伤倒是没有伤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总得跟我道个歉吧。哎，行，给你道歉。要不是你学网上拍那些视频，我会踩着你吗？啊？那不还是你自己的错吗？那你不能哄哄我嘛，我已经都原谅你了。行，谢谢你原谅我。 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翻你的手机了，别这么对我行吗？行。那你能让开，让我把衣服放进去吗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那你希望我什么态度？反正不能是现在这个态度。我这个态度没问题，如果你觉得不爽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。
几个领导班子成员吃饭呢，在宝岛饭店。刚刚聊起你，大家都想见一见你这位青年才俊。哎，我可说你是我弟弟了啊！给不给姐这个面子？行，没问题。宝岛饭店是吧？我这就过来。啊，稍等一会儿。 临时有急事儿出去一趟，不好意思啊。什么急事儿啊？哎呀，客户吃饭，我得去买单。谁让咱是乙方呢？什么客户啊？是不是又问那女客户？我随便问问。那你今天晚上还回来吃饭吗？我估计今天选了，你自己吃吧。啊，回头我请你。走了。行啊。哎，你是不是真的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姐。 你怎么走啊？我叫个车就行了。这个打车软件我会用了。叫什么车呀？我开车来了，我送你。你送我？你喝这么多酒，能开车吗？不怕警察抓你啊？我当然不能开，我又不傻。我叫代驾，那不就都快到了？那到了。那行吧，那我就把这个车给取消了吧。取消。啊，好。就是这辆。好的。来姐。那走吧。嗯嗯。哎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 师傅，我跟前面那辆车是一起的，去付小芬副总家。去了。到了啊。嗯。开上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哎，慢点。 这事儿上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你再跟我这胡搅蛮缠，我下次可没有那么好耐心。
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小南。 喝粥，老婆，一大早上的去哪儿了？